回头再放在舌头底下，舌头底下。听到有人在那呼救嘛，就跑过去了。男士已经倒在地上了，家属的着急嘛，在旁边就喊救人。因为他倒的这个位置呢，是在机场的一个餐厅的门口，那餐厅的服务人员就着急的跑去找机场急救，说心脏复苏，他要有经验啊。戴着耳机的这位大哥看到他比较辛苦，当时内心里也觉得这个画面特别感动。给救心丸的这位哥哥一看呢，他又复苏了，就立刻跑开了。救护人员到了以后，转头一看，这个都已经走了，他恢复意识了。救护人员来了以后，就把他拉上担架，就给他推走了。